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有点热，我头有点晕。你头晕啊？要不我扶你出去吧。哦，不用。哦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过一会儿就好了。爆炸那件事，不是我大哥做的。啊？你今天没看报纸吗？算了，全是捕风捉影。反正那件事真的不是我大哥做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哦，我相信你啊。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。不会的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。那就好。需要我帮你擦背吗？不用。我这下怎么办呀？看什么呢？有吗？我洗澡啊。你看完了没有？谁看你啊？我在这里站着不行吗？你穿衣服洗啊。对啊，我就穿衣服洗了，我就穿衣服洗了。嗯，哎，神经病。你洗快点啊，这么热不怕中暑啊。